阿弥陀佛，尊敬的陈校长，诸位大德同修，大家吉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今天应该晚上算是平安夜是吧？老法师有提过这个时代出现很多问题最重要的原因老法师也是一句话就把他的问题根本都点出来了就是东方呢忽略了圣贤的教育，西方忽略了宗教的教育我们以前读历史都知道西方是政教合一所以他们的整个文化跟天主教基督教以至于伊斯兰教这个是密不可分的那东西方忽略了他们最重要的这些教育了文化呢是民族的灵魂所以这些文化教育没有了人就不懂得伦理道德因果了所以不管是东方圣贤教育西方的宗教教育它的共同点呢都是伦理道德因果学了伦理道德人耻于作恶学了因果教育人们不敢作恶所以老法师这一段教诲对于我们在教育界就至关重要了因为毕竟现在的教育系统是西方为主的知识技能的系统其实印光祖师他当时候就洞察到这一点所以特别强调孩子在上小学以前呢他伦理道德因果教育还具体都提到了这个因果教育要熟读文昌帝君印字文太上感应篇你看印祖最倡导的三部书其实在我们这个时代同样是最迫切的教育的第一本《了凡四训》世间的人他假如知道是有命运的命运是可以改的我想绝对没有人说我希望我的命越来越不好我还没有人会这么想哪怕他现在在造恶了他也不愿意这样他真正了解真有命运而且可以改他假如作恶的话越来越不好那没有人愿意跟自己过不去了所以这一部书很重要之前跟大家提过稻盛和夫先生这个也是我们说破了金氏世界纪录三家全球五百大
都是他白手起家创起来的。其实我们看到这些都是不平凡的成就啊，其实他们都是有愿力的。一看他们有受东方的圣贤啊，以至于是佛教的教育，他才有这种愿力。我们冷静看历史当中啊，留名青史的人都离不开愿力啊。比方说司马迁先生，他能够成就这一部啊旷世巨作了，也是因为对父亲的一个孝心承诺啊。他父亲也是史官的，希望寄托于他啊。他虽然受了啊，古代讲算是奇耻大辱，但他也是忍辱负重啊。所以其实我们当老师的啊，去观察现代这些有成就，而且这个成就啊是长久的，不是一时昙花一现的啊，甚至于什么盖棺论定的。不然现在这个社会啊诱惑不少，假如德行的根基不够啊，很难全身而退啊！这一句"一失足成千古恨"啊，我想到在我们这个时代啊，出现的频率啊一直在升高。啊，甚至于我们自己只要不以这一句为戒啊，可能我们的人生也会出现这一个问题。啊，《诗经》上说的米不有初啊，都有很好的初心、出发心，但显克有终啊，能够坚持到最后。就像修行也是这样，学佛一年，佛在眼前；学佛二年，佛在天边；学佛三年，佛化云烟。这古人留给我们的，我们不能觉得是讲给别人听的啊。假如我们产生了一个讲给别人听啊，其实我们的心态就已经不在修行的状态了啊。我记得有一次老和尚讲经的时候还特别讲啊，说有跟在他身边的人，然后呢听老和尚讲经，听了之后说那个是讲给初学听的，不是讲给我听的那个是讲给谁谁谁听的，不是讲给自己听的那老人家在讲经的时候提到这一个心态，那真的是爱之深啊，责之切啊。希望一定要重视啊，心态不能偏颇了。我们说法器，法器啊，器皿是可以装啊，可以承载啊。就像杯，水杯它可以承载水，
但是假如心态不对了，就好像这杯子破洞了，这水就装不了，法呢就入不了心了。所以听的时候，哎，我们心态要对，哪怕是我们看历史，哦，不能看着历史在那里挖历史人物啊，那我们的心也用错了。哇，这历史当中我最讨厌谁呢？哎呀，我想到他我就很厌恶，那这个就没有必要了。老法师讲经也说，这佛菩萨来表演，有人演正，有人演反，最重要的是我们从中得到启示的，所以善听、善观察，不是看历史要观察，眼前的社会亦如是，因为眼前所发生的事情啊，这些人物跟我们是同一个时代的，我们所面对是相近的外在环境，也有可能呢，他的问题我们或多或少都有啊，甚至有可能呢，他的诱惑比我们还厉害啊。就像那个于静义公与赵神记啊，他到47岁穷困潦倒，他觉得上天不公平了。他写书文给上帝啊，我有放生呢，我习字啊，借银沙口过啊。后来赵神也提醒他了，你说你戒杀戒淫，每一次放生呢、啊，都不是你主动的，都是有人发心了、啊，你只是去啊，我也参加，有时候我也参加沾个名啊，不是自己主动发心了。然后说，你看你们家有时候厨房里面还绑着螃蟹啊，你还在吃呢，你这个慈悲心根本没有发出来。再来说，你说你戒淫，你看到漂亮的女子，你的心都守不住啊，你只是没有那个缘而已啊。你真的出现那个缘，你觉得你可以像鲁国那个男子一样吗？这个又是一个公案了。这个公案呢，是因为柳下惠啊，是鲁国一个有德行的人，结果他有一次要进城门呢，时间超过了，人家城门关了，天气很寒冷的，结果又有一个女子啊，也进不了啊，怕这个女子冻死了，所以坐怀不乱呢、啊，抱着才能取暖呢、啊。后来鲁国啊，刚好暴风雨啊。结果有一个地方有一个女子的房子倒了，又是暴风雨啊，她赶紧到旁边一个男子家里，这男子自己住的，敲他的门，你赶紧让我进去躲啊。结果这个鲁国这个男子他说，不行，我不能给你开门，
啊，这个女子说，你们读书人都认识柳下惠啊，你有什么好怕的呢？哎，这个男子始终没有开门的。哦，后来这件事啊，传到孔子那里去了。孔子说啊，这个鲁国的男子啊，是学柳下惠学的最像的。哦，我当时听到这个故事，很佩服孔子。孔子真的是应机说法。因为我们一般很容易着相啊，哎，我们看事有时候着相了，都不一定能看到根本处啊。那孔子这个分析就是让大家去注意那个存心处在哪，不是学行机呀。柳下惠是怕这个女子冻死啊，这个鲁国男子呢，他怕自己忍不住了，这个女子就毁了他一世清明了，都是为对方着想啊。哦，所以这个赵神也就用愚公啊，你能够像那个鲁国男子一样吗？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这个时代或者在历史当中啊，看到一时足成千古恨的人，有时候可能呢，我们假如说修行有九九八十一关，或许他是在第六十关倒下来的。可能我们才啊，比方说承德来讲，我可能两关而已啊，人家已经过了六十关了啊，引以为戒，这才是最重要的。当然，好像最近台湾的演艺圈啊，好像有一个风波是吧？啊，我也。稍有耳闻啊，我们引恶扬善啊，点到为止啊。那后人哀之而不见之啊，亦使后人复哀后人矣。而且他们那种环境的诱惑啊，哦，那不一般的了。那我想啊，可能你们有学生呢、啊，会想做电影明星的，可能他本身就有这个天分的哦。那他有这个天分，你一下说不行，不能做啊，你会下地狱的啊。他一听了很排斥你，什么事都要顺势而为啊。首先告诉他的公众人物啊，德行很重要啊。你看假如出问题了，影响多少人呢？还多少人信任他了？他不是伤了多少人的心了？所以公众人物要有社会责任呢、啊。也可以借由一个事例啊，跟孩子做一些引导，所以无有一法不是佛法，无有一法呢不是传统教育，无有一法不是教育的题材呀。我们老师假如保持对人事物的决心呢，那我们就讲学的时候可以头头是道啊，左右逢源呢、啊。这样就不会为了要讲课要备课、紧张到睡不着觉。
所以什么时候在备课？Anytime, anywhere, 这样就入不二法门了。坐下来查书了才叫备课。那平常接触一切人事物都不是备课了。那说实在的，我们只在坐下来的时候备课啊，这里面就有分别了。分别啊，执着呢会障碍我们的悟性。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分别执着不能证得。所以真正要把书教好啊，是在根本处啊，让我们的分别执着越来越淡。好啊，我讲到这里啊，千万不要有老师说，这个承德法师说不用备课了啊，对吧？我什么都没说啊，大家看着办啊。真正在一切时候都用觉性来体悟啊。你真正坐下来备课的时候，很可能思如涌泉的。但是你平常的时候，就是很敏锐在体悟了。假如你平常的时候对人事物也都没有去感悟啊，你真正坐下来的时候啊，那种备课呢也是死记很多东西的。甚至越背啊，脑子越胀。接触大自然，大自然是一手资料啊。这个一草一木啊，都在给我们说法呢。一枝草一点露啊。天无绝人之路啊。你假如看到草上的露水就想到这句话啊，一下子不好的情绪啊就转过来了，天无绝人之路啊，自助者天助啊，我得振作起来。所以我们刚刚提到应祖宗师的这三部书啊，在我们这个时代更重要啊。第二部《太上感应篇》汇编，主要讲因果啊。现在人要先重因果了。伦理道德教育啊，还要一段几年的长期熏修啊，比较能建立起来。但因果教育啊，他一听会敬畏了，有鬼神哦，有因果哦。就像之前跟大家提过的，在跟孩子们讲孝道，不孝父母啊，果报是天打雷劈啊，波兰啊，在几十年前啊，有一个男子杀害了母亲了，他一离开那个房子，走到外面了，就被雷给劈死了。你看外国的例子啊，当下有一个孩子15岁啊，听了之后啊，整个人很恐惧啊，老师马上去安抚他，你怎么了？他说：“老师，你讲的对啊，我的同学很不孝啊。有一次，我跟他在雨中啊，我亲眼看到他被雷给劈死了。
我为什么很害怕？因为我也不孝啊。所以讲这个故事他很害怕了。你看那个效果，一讲就有效果。所以现代人我们从事教育啊，因果啊。哦，那当然哦，世事无碍哦。假如我们说讲因果教育，哎呀，要讲神呢，要讲这些啊，怕教育局同不同意啊，我们就以啊可以接受的角度去讲，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了，就是因果了。孩子们身上都有因果，你现在身体不好就是你的果啊。你看这一位同学为什么这么健康，你看他是常运动啊，他不熬夜啊，他吃饭很规律啊，你看都是因果。哎，你人际关系好坏都是因果啊。闻欲恐，闻过心，质量是见相亲。他为什么知心朋友那么多，然后包含我们之前讲到节俭呢，跟大家讲那个故事啊，都是真实记录的嘛。两个人同年同月同日生呢，最后有一个先走了。那说实在的，你也可以告诉他呢，哎，西方用科学证明有轮回啊，哦，那是西方科学家说的。哦，不是我说的，西方科学家说的。哎，举的这些都是真实的例子。哦，但是我们就不要展现在传教就好了，这样就会敏感了。哦，在这个时代啊，我们真的要体会世事无碍啊。哦，不然呢，教书啊也会很痛苦吧。哎，这个也限制，那个也不行。啊，我们就当做五十三参。只有我是学生呢，这些外在的境界都是发考卷的老师。就是要考我世事无碍。百折不挠，啊，越挫越勇，啊，一切境界啊都是来成就我的。其实我们走过人生呢，也有几十年了，啊，我们现在回想一下，我们在哪一段时候啊成长最多？一般都是逆境的时候，哦，当时候你觉得哎呀过不去了，哎呀气那个人气得牙痒痒的，哎呀，后来走过来了，哎呀他还真的是我的逆增上缘，哦，那诸位老师我们想想，以后我们的学生面对的社会状况啊，会比我们好还是差？可能在未来三十年，我看是会比较差了，哦，但是我们相信会好起来的。哎，我们要看得远的，啊，我们是复兴文化三到五代的第一两代啊。啊，我们要把历史使命完成，啊，做好我们铺路时啊，垫脚时的任务啊。啊，我们现在不能有一种期待，啊，我要大放异彩，那我们就会失望了。
所以不是境界有问题啊，是我们的心太急于要看到成果了。因为已经忽略了三五代了，哪有可能一代哇就复兴起来了。这个老法师都给我们做过心理建设了。那既然我们的学生所面对的社会可能比我们还要难，那诸位老师，我们现在要不要把世事无碍的功夫传授给他们呢？那我要传给他，首先我得练成了。所以华严的精神呢，在这个时代非常重要。那无量寿经是中本华严，学无量寿经也是学世事无碍，舍离一切执着，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唯愿之想，舍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也是没有爱。何处是道场？顺境逆境，善缘恶缘，都是道场。我心用对了，都是积功累德，都是自行化他了。就像我们上一次有老师问到的他过动耳的问题，那这位老师问我这个问题对我来讲，我当时候教书还没有遇到过动耳，那我就长见识了我会去查一些资料因为我们都在境界当中学习成长那我们面对问题的时候我们会用儒释道来思维一切事不离因果。过动耳，它现在是结果，因在哪？有它身体的因素，有它心理的因素，甚至有灵性方面的因素。老法师有讲过病分三种一种五行不调了，四大不调了，这是因为吃病从口入现在的食物好多都有防腐剂添加剂甚至很多肉类都是荷尔蒙抗生素吹大的了，最后都吃到谁的身体里了？就是我们人我记得好多年前看的一个数字，台湾的数字台湾平均每个人一年喝掉 2.7 公斤的农药我当时候就有一个观想现在 2.7 公斤摆在我面前哇，你看一下咕噜咕噜咕噜一命呜呼了，现在变成什么慢性中毒，难怪现在癌症慢性病年龄越来越早，年龄越来越早也是结果原因呢？你看老祖宗都讲了祸从口出病从口入所以台湾在有机农业方面的推广做得挺不错的我们也都要扶持这些事业这个都要有判断力到菜市场去了不是选那个哇长得很大通通没有动的那铁定是农药化肥出现了你假如是天自然农耕的那铁定会
长得比较小，好，没有那么好看。要重实质哦，不能重形式。我们现在都被外在的相骗了。所以我们学生的慧眼判断力都要靠我们老师教了。开彼智慧眼呢，获得光明身，获得幸福人生呢。你看《无量寿经》在哪里啊？就在我们教学的因缘当中啊。这叫行经啊。无量寿经就在我教学当中用出来。常运慈心拔有情啊。学生错误的思想观念你把它倒过来。就拔它。不然它会堕落下去的。我们处在这个时代都不要抱怨了。更应该见义勇为啊，我该做什么能对这个世界恢复安定和平有帮助。我们应该存这个心念。所以老法师也是随缘妙用啊，跟人家打个招呼啊，都有宝贵的法来护念我们弟子们。那老和尚跟人家一见面，人家问说你哪里人呢？老人家说我是地球人，我跟你同乡啊。对方一听呢，都露出灿烂的微笑。同乡啊。接着师父说了，地球人啊，现在这个地球交通啊，网路啊，真是地球村啊，我们的念头都要为整个地球着想啊。人这个道义心真的转过来了。他活着就是道义之身，真的有浩然正气。用个水不浪费了，用个电不浪费了，你说这个人没有正气吗？他念头都是善的，善生阳啊，生阳气啊。所以你看那许哲女士啊，活到100多岁了，笑口常开。100多岁，体力还很好啊！他当时候，人家访问他啊，那你一天啊要去照顾多少人呢？他说我一天还要去照顾20-30个老人呢。其实那些老人都比他年轻20-30岁。他说我101岁，年轻啊，他觉得他是年轻人。他心态很好啊。所以这个你看他都是奉献的人生。所以他这种精力很旺盛的。我们的学生呢，假如真的透过我们的引导，他的念头都是为地球着想，你就不要再去挂碍他，你当父母的也不要去挂碍这个孩子。哎呀，现在哪一个行业比较找得到工作啦？你在伤这些脑筋啊，白伤脑筋。儿孙自有儿孙福啊，他干哪一个行业啊？那只是个缘，他只要有福报了，卖红豆汤啊，
都能卖到好买了好几间房子啊、哦！我没有说卖绿豆汤，因为绿豆比较寒啊、哦哎，这个还是要看情况啊、哦，看人吃啊、哦、啊！因为我以前绿豆汤喝太多了，也不懂这种食物的属性啊、哦哦，所以这个也都要懂啊。好，那我们听老法师讲经呢，啊，老人家曾经讲过啊，望境还原观，讲过两次，很完整。啊，里面最重要的呢，谈到啊，菩萨四德。啊，我们行菩萨道啊，这四德啊，是总纲领，从这个四个纲里延伸出去，就是我们所有的菩萨行了。比方说第一个叫随缘妙用。哎，今天看到这个社会新闻，公众人物出事了，也是个缘呢。小孩都在传这些事了，也机会教育出现了。随缘妙用。这个妙啊，首先呢，我们不能因为这一件事啊，落入对立批判，因为我们这个心态讲出来的东西、啊，可能会误导学生了。哎，我们是心平气和，哦，然后去引导学生怎么借这一件事情来启示自己，哎，随缘妙用，哎，威随缘妙用无方德，威仪住持有则德。那威仪住持就是以身作则的，哎，我们用水用电，都有可能被孩子看到。都是威仪住持有则德啊，柔和直指色身德，我们和言爱语劝喻策敬啊，柔和直指，直指是很真诚，能够摄受学生的啊。当然大家不要听到这个柔和啊，又着在相上了啊！啊，当老师当然要恩威并济呀！啊，所以威仪住持啊，它所形成的是道德的威严，道德之威哦，不是狂妄之威哦，不是发脾气之威哦。所以这个恩威并施啊，最后啊，普待众生受苦的，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我们的学生以后要面对比我们可能更多问题的社会，我们现在在替他设想，就是在带他普待众生受苦。你感同身受他当前甚至未来可能面对的苦难，包含现在天灾人祸不少，我们节俭，我们省下的钱去帮助现在最苦难的人，这也是带众生苦。我们面对一个过动儿，我们感同身受，我们把他当自己孩子一样，这也是带众生苦啊。我们从佛门的公案，哎，
观世音菩萨要去度畜生道的众生呢，他怎么度啊？他要现畜生身的啊，地藏王菩萨他要去度地狱的众生，他现什么身呢？现同类身呢、啊、他不现同类身，他就度不了那一类的众生了啊，甚至于看到他就吓跑了。你看菩萨这么尊贵啊，但是他度众生啊，现同类身呢、啊。所以我们的祖师大德啊，很多啊，佛菩萨再来的，你看陪伴我们，看李炳南老师49年到了台湾教学38年，谨重太殷勤，晨午见寸阴呢，没有一天休息的，一个人干好几个人的工作，都是在带我们受苦啊。他可以在西方极乐世界那么悠游自在，陪伴我们那么久的时间，甚至于送给他的东西已经坏掉了，他不忍心人家失望啊，当场吃掉了，回去赶快解毒啊。所以几人长夜醒啊，不复转轮心呢、啊？我们要去体会师父上人陪伴我们60多年了啊，李老你看应主啊，你看以他一生的修学的道德智慧，你看那个文超回了多少封信啊，都是挑灯在那里写。很辛苦的，写了多少字啊！啊，不为己身求安乐，啊，但愿众生得离苦啊！哎，我们以这菩萨四德来面对过冬。那当然。我们面对这个缘，我们也是要用智慧啊，悲智双运啊，要把原因找出来啊，啊，有生的原因，那身体也有标本兼治的方法，当然能直接从治标，因为孩子年龄还小。你假如说身体已经用了50-60年了，那可能情况也不一样。那身体不只是饮食方面的，他的睡眠呢、运动量啊，你看孩子现在都窝在房间里面，你说你有看过哪一个人每天窝在房间里面，然后神采奕奕，很乐观？他会一直窝得下去啊，一定有跟他心的状况相应。你说很活泼很乐观的人呢，那窝在房间太久了，他铁定要出来晒晒太阳的啊，去闻闻花香啊，草香啊，是吧？现在也可以到阳明山赏赏樱花了，哦，应该还没啊，哦，可能还要再等一下。哎，都有它相应的地方，它才会是那种生活模式，所以它的心态要调整过来。好，那新的因素跟它的成长背景应该会有关，它父母的相处关系啊，它整个家庭大人的相处关系啊，你把因找到了才能对症下药
不要说现在小孩了，成年人我们所面对的，他会比较常常心情不好，见到一些情景，突然间就心情不好，都跟他成长所产生内心的这些伤害啊，有关的。所以接触越多啊，越体会到老法师说的，以前大家庭里面的成人成年人都有一个态度，在小孩面前不能给他们不好的影响，要吵也关起门来再说，当然吵的声音不能传出来，这才是慈爱啊，父慈子孝啊。你看我们现在慈爱的力量太薄了，脾气的力量比较大，自我的力量比较大了，其实没有难易啊，都是一念之间的。我们的念头先考虑孩子，那不发脾气就不难。念头只在乎自己不高兴了，那当然要不发脾气也难了。净缘无好丑啊，好丑起于自己的心呢。还有刚刚跟大家提到，老法师说生病有三种，一种就是他的身体不协调。这个要用食疗，要中药去调。好，那假如严重到危急的，有时候西药的方法，可以马上，把这个症状缓解下来。用什么方法，看实际的情况，但是不能只治标不治本。不能本末倒置了。那灵性还有一种是呢，冤业病有附体的，那这个就要调节了，真诚的沟通啊，做功德给他们可以化解。尤其啊，现在堕胎太多了。你说这些婴灵他很痛苦啊，他来投胎是找你做父母，你把他剁了，他最爱的人这样对待他，你说他，我们感同身受一下，他的心里怎么接受啊，不能理解啊，可能都在徘徊啊，那都有磁场哎，都会影响这个家，所以有看得到的因素，也有看不到的因素啊。所以这些婴灵很可怜的啊，我们啊，悟道法师、悟行法师啊，他们很多法师们，他们做三十七年。一定都会为这些可怜的婴灵立牌位。那同样的，随缘妙用，一个法会很难得了，那么多乐众法师、主法和尚才能成，还有很多人配合工作，我们诚心去参与啊，那超拔的力量非常大，可以超拔死去的亲人，还有祖先，甚至于我们平等心啊，超拔过去今生的冤亲债主啊，冤亲平等啊，身佛不恶啊，看一个缘，我们帮助很多人，
一个圆，我们能扩宽心量。所以修行不在时间长短，在善用心呢。会修行的人，他可能一两年呢，他境界就提升很高了。不会修行，修了一辈子还不得力啊。所以老法师常常引禅宗问我们，你会吗？会不会修行？会不会善用我们这颗心呢？六根接触六尘，不分别，不执着，升起什么？升起真诚慈悲啊。那我们看郭洞儿，我们要从身心灵三方面把原因找到，把它化解掉。然后柔和直指啊，可不能没耐性啊，还对他们发脾气啊，那就情何以堪呢？他们已经是受难的孩子了，我们还给他发脾气了，那对他们内心的冲击会相当大的。我们要更有耐心才对了。其实啊，我们面对一个过动儿，对于全校的孩子，他也看着老师，看着老师的柔和直指，看着老师的威仪住持，看老师一言一行在对待这个孩子都是他们的榜样。这老师也是随缘妙用，让这一班的孩子都学会怎么去包容身心有状况的孩子。这全班的学生呢，都种了福田了，因为他们都在这个事当中学会去包容别人。所以事事是好事啊，只要我们的心用对了，没有一件事是坏事情。我们面对这样的孩子，其实也是体会了千千万万家庭的苦难。现在这样的孩子不在少数了，不是一两个了。好，好，那我们也是随缘啊。哎，那过动儿的孩子也有他的优点呢。哎，他的缺点你包容，他的优点你不断赞叹，哎，他的潜力慢慢就发挥出来。这个我应该跟大家分享过了。我跟大家讲到这里，就想到我第一年教书，啊，一个孩子矮矮胖胖的，啊，都不会笑。好，我有时候当导护老师站在校门口，啊，每一次呢，他妈妈骑着摩托车把他载过来，啊，他坐在后面抱着他妈妈，都没笑容。结果我发现了，因为他妈妈也没笑容。哦，好，我再来啊，哦，这个陈妈妈好啊，啊，同学好，他都没笑容。哎，诸位老师啊，这个孩子都不跟你笑，你下次还跟不跟他笑啊？哎，他不跟你笑啊，他病得比较重啊，他的内心病得比较重啊，所以你跟他打招呼，他越不笑，你越要笑得更灿烂才对啊。假如说你对一个人笑，他不会对你笑，说我以后不理他了，那我们对人家好都有目的的啦。啊，我们对人家笑是
这是应该的吗？做人的礼貌吗？啊，要真诚热情待人吗？这个社会已经太缺热情温暖了。啊，我们得添一点力呀、啊。啊，面上无尘，供养俱满。哎，结果他不笑，你又不被他影响。你不被他转，他就被你转。哎，慢慢这个孩子见到我也会跟我打招呼了。哎，结果哇，他考这个自然科，我那时候教自然，哇，他居然考90多分呢、啊。啊，我就大大的赞叹了他一番。啊，后来我离开以前，他都是90多分，其他的分数都很低哦。就那一科一下就上来了。你说我们花了多少时间？也没花什么时间啊。哦，称赞他，肯定他，真的是一切众生呢、啊，皆具如来智慧德相。那我们说举一反三呢？你对一个孩子笑，他笑不出来。那你看现在大人笑得出来吗？哎，我们学传统文化有没有学出功夫来啊？那不是看时间的。哎，菜根谭有一句话讲。容得性情上偏私，便是一大学问了。消得家庭内的嫌隙呀、啊，便是一大经纶了。一个人学习有没有功夫，他自己的性格有没有转过来？啊，假如我们学了之后，亲戚朋友一跟我们互动了，谈话了，哎，你变了嘞！哎，我怎么觉得你最近变温柔了？哎，你讲话变慢了呢？啊、哦，以前像机关枪一样哈、哦，哎，现在讲话很柔和啊，哎，让人家感受到了。啊、哦，我们也没看过佛经里面说哪一尊菩萨有性格。既然要学菩萨道了呢？那就不能用性格去刺伤别人了。哦，还没有利益到众生，就先刺伤他，这样也不是我们的初心了。啊，那消得家庭内的嫌隙，啊，你家庭里面本来，啊，亲人之间呢有冲突，甚至也都10几年了，20多年了。透过你真诚去关心他们，啊，善巧的去引导，哎，最后化开了，大家一起来吃年夜饭了，哦，中秋节一起聚餐了，这很可贵了，哎，有些长辈请不来，你给他送礼，啊，哎，给他包个红包。哎，你对他好，哎，看你面子来了。哦，施舍法很重要啊。哦，布施啊，爱语啊。啊，其实家庭内啊，会有这些长期的误会、冲突啊，就都是一直念着对方的不好。我们能够带动，都去念对方的好。念对方的恩，其实人的心随时会因为所接触的而开始转变，所以我们整个家族的风气啊，也要靠我们转变的。你就像这个家族里面比较冷漠，谁喜欢冷漠啊？你们有没有遇过哪一个亲人说：“哎，我最喜欢遇到人家冷漠了，
没有啊。所以我们要化解家庭内的嫌隙啊，其实也离不开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啊，所有的问题这句话就能解决啊。但是你不能开一个条件说得给我两天解决，你这个问题都20年了，说让我两天解决，哎，那不可能的。好，教学为先呢，要靠教育的，要靠身教、言教、尽教。身教我们得带头啊。现在家庭里面怕的是什么？不沟通啊。老法师讲经提过很多遍了，要常见面沟通，见面三分情。哎，我们古人留这句话有没有道理啊？很有道理啊！现在麻烦了，同住在一个屋檐下呢，还发短信。明明就在隔壁啊，还是发短信，最后呢都不会跟人沟通了，只会跟手机发短信了。这种家庭氛围啊，都要转变过来。所以家庭里面的问题，家族里面的问题，往往是缺乏沟通，然后越想越偏，越想越讹。最后小事都想成大事，没事都变有事，缺乏沟通。而且我们呢，要有一种警觉性呢，我们刚刚说举一反三呢，在学任何东西的时候，我们都要有这种态度。比方说治病。越早治越好治，这个道理大家都认可。因为你有病不治，它慢慢慢慢会严重啊，哪有说生病了停在那里不动的？身体的病是这样的，心理的病呢？人跟人之间的问题呢？越不处理，拖越久，越难处理。所以啊，大学讲的治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我们今天真的要敦伦敬分，把我们的角色扮演好，我们自己修身要提升了。修身就是修这颗心了。修什么心？勇于承担的心要提起来。不能退缩。你退到哪里去啊？退到最后问题更难解决。退到最后一定搞轮回的。那我们人生难得，佛法难闻。那多可惜啊。而且家庭问题，尤其你夫妻问题，你不勇于去面对，那对孩子的影响太大了。
那始终是孩子心上的一块大石头。你真的当父亲当母亲的，真有为孩子的心，你就能够突破过去的。都是个念头，你把念头放在自己的亲生骨肉上，你就会勇于去突破这些问题的。还是太自私了，哎呀，我不想做了，哎呀，我没那个耐心了，哎呀，我看到就烦了，都是自私自利。尤其又是学佛的话，佛法是慈悲为本啊，你首先这个慈悲心要对你的孩子提得起来啊。你对自己亲生骨肉都提不起慈悲，提不起担当，要为众生提起慈悲担当，我觉得不大可能。近处不能感动啊，唯有能及远者啊。亲亲而人民啊，人民而爱物啊。我们觉得面对一个事很难，不是境界在难，是我们的念头。我们觉得它难，它当然就难了。我们觉得它容易，它就不难了。一切法从心想生，只要我这个念头守住了，这个事一定往好的方向走。所以只有练心法，没有练事法，都是在练我们这颗心呢、啊。要扩宽心量，要能包容，要能欣赏，要不退缩。其实我们人生所遇到的人事物啊，都不是偶然，很可能都是上辈子没考过关的了，铁定他还要再考，逃不了的。既然逃不了了，破釜沉舟往前，咬紧牙关，此生正无量寿啊！哦，人生好好锻炼，其实人生很短。换个无量寿，值得吧？太值得了！哦，看着远方，我要做无量寿了啊！现在这个没关系，咬咬牙，调好心，就过去了。我大学的时候看的那一本《前世今生》，魏斯博士写的，那个主角叫凯撒琳，他记录他八十几世啊，这几千年前什么罗马时代啊什么他都去过了，结果下个结论呢，他就是在学习，一直轮回，就是没学会，还得再学。一切皆考验呢、啊，看而怎么办呢？对境若不是，须再从头练。不知道这个境界在考我什么？哎，从头练呢、啊，还是这辈子还好？再去投胎了，那很麻烦了。下辈子能不能遇到传统文化、遇到佛法，这个还不能保证呢。不要再投胎了。哦，所作已办，不受后有啊！啊，这一生最后生了啊，再来就要莲花化身了啊，要取清虚之身、无极之体啊，啊，跟阿弥陀佛一样的金刚不坏身哦。
哦，我讲到这里很高兴，我看你们的表情好像不是很愿意，是吧？哦，这人生真的要看得深，看得远啊，不能只看眼前，不能只被自己啊当下这个虚幻的感受情绪把我们给控制住了。照见五蕴皆空啊，受想行识这些心理都是刹那生灭的幻象啊，观自在啊，观自己的自性在不在啊，我的自性是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的啊，只要这心念跟它不相应了，赶快阿弥陀佛，正念现前，邪念自然污染不上了。刚刚提到真的是一切都是考验，而且我们要解决问题啊，老祖宗都是教我们从根本解决问题。我也有遇到同修，他觉得他很难真诚啊跟另一半沟通，甚至于对自己的孩子他都觉得他不够真诚。所以我们传统文化的教育就是让我们恢复真诚性，恢复真性，可是传统文化教我们从哪里下手？从孝道下手，这是地藏菩萨的表法，开发心地宝藏。往往跟他一聊啊，根源在他心里啊有怨自己的父母，这个结没有打开，解铃还需系铃人，经典再好得我们照着经典，甚至是照着古圣先贤的榜样去效法。所以二十四孝啊重要啊，我们根本的问题啊，我们的烦恼，我们人与人的不协和不真诚，根源跟父母的相处。所以要转个心念，其实都是念头，不是很复杂，能够念恩忘怨，这个关系马上就转变了。其实人跟人呢，大家有没有听过说我很喜欢别人怨我啊？没人愿意啊，只是不知道怎么突破而已啊。谁不愿意跟每个人相处的都和和乐乐的？那舜王的贡献就大了，所以他的后代很兴旺啊。他老人家表演的，面对世间已经算最不好的家庭关系的啊，父亲后母要害死他，但他并没有责怪他们啊，还负罪隐特，还是我做的不够好。这不止没有念怨，还觉得是我做的还不够好，都是看着家人的好在念恩。
啊，怨呢都没有放在心上，而且他还觉得，哎，是我做的不够好，哎，不止转了一家了，全国都被他感动了，啊，尧帝都把天下让给他了，其实哪有吃亏啊？尧帝之所以能成为尧帝，不也是因为他所面对的家庭关系吗？那换一个角度，那谁成就了大舜呢？他的后母啊，哎，好，大家小时候看连续剧啊，当然现在连续剧啊，哎，也不要乱看啊，看了会增长正能量的再看啊。哎，我们小时候看连续剧还是比较淳朴的啊，啊，你看《幽雷花寡语》是吧？哎，都是这个强调忠孝节义的啊，好，连布袋戏啊，《七侠五义》啊，都是唐朝那个，好，郭子仪啊，哎，啊，都很精彩的啊，哎，我们那种道义的心啊，都是不知不觉当中增长。好，印象中啊，这种戏剧最后都是什么大圆满，有没有？啊、哦，这个冤家啊、哦、都化解掉了啊啊！每一次看，哎啊，最后一集啊，的心就很欢喜，哎呀，大圆满了。嗯，哎，这样的戏剧啊，要移到我们自己的人生来上演哦。好，啊，我们上一次啊，跟大家啊一起学习啊传统文化老师啊应当具备的素质啊。啊，那最后啊，啊，有一个附录啊，附语呢，啊，这个也挺值得啊，我们来探讨。儒家修学的次第啊，哎，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哎，佛家讲解行相应啊，哎，这个解字里面包含什么？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尤其现在是知识爆炸的时代，那个知识的累积量一年就暴增，我们所接收到的讯息那么多，我们要会慎思明辨，不然这些讯息很可能会污染我们，甚至会干扰我们，甚至让我们的信心都没了。所以这一个例子提到了啊，最近有人做文章批评《弟子规》，认为是清代人编写的，历史很短。大家不要小看哦，当我们的心里没有建立很稳固的政治政见，没有掌握整个儒释道的纲领的时候啊，我们是很容易受别人影响的。哦，所以我们听人家讲话都要会判断哦。哎，他说历史很短，而且只适用于社会下层人士学习，不属于传统经典，那这个是他是对《弟子规》的内容没有了解，啊，他才会讲这样的话，啊，《弟子规》可说是同盟经典的集大成，啊，我们接下来也要一起学习这一部经典，啊，那当然希望，啊，比方说我们讲到。哎，冬则温，夏则静啊！哎哎，诸位老师，你们自身还有你们的学生，有没有什么实践的个案呢？
大家就可以提出来了。它的内容啊，出自于《礼记》和古代的盟书，可说是源远流长，而且并不是清代人自己创作。这李毓秀夫子啊，他用心良苦。哎，我们有时候啊，拿到一部书，你先了解这个作者的苦心呢，你就会特别珍惜。哦，你看我们拿到《静修捷要》32拜，把五经一论的精华，甚至禅宗密宗都融进去了，那花了多少心血呀！而且就已经考虑到我们现在人生活节奏快呀，能修行的时间相对少了，给我们多大的方便，多大的加持啊！啊，你体会到他苦行，你再读啊，不一样的，倍加珍惜啊，甚至于一念。晚上就梦到夏莲老啊，孺子可教也啊。那我们看李毓秀夫子，他编这个书宗旨是落实《论语》的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哎，李夫子教我们什么？述而不作。我现在编这个书是依据孔子的指导啊。孔子用一句话把我们啊遵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这个道统啊，夫子也是集大成哦啊，没有夫子啊，那前面2000多年这些圣人我们可能就不认识了。他们的教诲我们就学不到了。上下5000年，最关键的是至圣先师孔老夫子，他也在效法孔子，述而不作，主述尧舜，宪章文武，以孔子的智慧点出了一个学子学习的七大纲领，每一个纲领他又特别用心，入则孝，他要从礼记这个曲礼从这些里面去挑选句子来，而且他那个次第是顺着什么孝经里面的，居则治其静，养则治其乐，病则治其忧，伤则治其哀，记则记其言啊，尽其言啊，治其言。你看，这都是古人啊，他的用心呢。你看，亲有疾要先长，他是病则治其忧啊。最后伤尽礼记尽臣了。对吧，他次第下来了，人家都没有自己创造花名了。我想啊，那李夫子也是感觉到我们现在读这一句入孝出悌啊，可能具体怎么做啊也很难体会的，他们都是好人做到底啊，集大成来护念我们的。所以这里包含了孝悌、忠信、笃敬、仁爱亲人、学文的重要精神与实践，是传统文化教学极重要的基础经典。我们先不说大众了，说我们佛弟子。当时候老人家重视《弟子规》，在
澳洲金钟学院办弟子规课程，报名的人很少。后来老人家看到这个情况啊，写了一段学弟子规的重要，落款呢，他老人家顶礼呀、那弟子一看到老人家写顶礼了，也是恭敬师父啊，不敢不来啊，来了1000多人啊。结果真的学下来了，我们很多同修学佛20几年了，学完之后说，哎呀，太该学了。因为好多句子自己都没有做到啊，这是基础啊。因为弟子规一开始就是入着孝啊，三世诸佛敬业正因啊，第一个就是孝养父母啊。我们没有做到，第一福就没有了，就不是善男子善女人，就很难往生了。所以是极重要的基础经典，根深蒂固啊，有基础，才能枝繁叶茂，才能盖成大楼啊。那按照弟子规矩落实，就做到笃行。当然我们在学每一句的时候啊，我们也是博学审问，慎思明辨，接着笃行。因为弟子规有亲有疾要先尝啊，昼夜侍不离床啊。那这个不给小朋友讲清楚了。他那个药丸亲有疾要先尝咔。那麻烦了。因为这个时代背景不一样，古代是煮中药嘛，看看温度怎么样啊，那个没问题的，现在西药可不能藏进去的 都要给他们讲解清楚了。而笃行啊，正是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的最终目的是真正能够产生利益和力量的环节。只有笃行落实了，才能得利益了。因为就好像你拿着一个开的中药单你一直在那里念念病好了不大可能了。你要照着抓药把它熬出来喝下去了。那有帮助了。所以这个还是要靠行。因为不力行但学稳，反而还有可能长浮华了。所以真正落实弟子规，因为人只要落实一句他的心境就变了。只要一句心境就有提升了，很奇妙心境一提升，本来不是很懂的就懂了。所以解帮助行，行了之后心境有提升了那个有没有跪过父母的感受一定不一样的啦，那个真的跪下来感谢自己，内心一定会有所领悟的。哎呀，原来跪下来跟爸爸妈妈讲话挺舒服的。怎么叫承欢膝下当然大家听了不要执着你的爸爸妈妈你一做这个动作他心脏病会发作的例外看着办不要执着不要执着因为有些人就说传统文化就是洗脚。他就执着了他父母接受不了，他硬要把他拖下来，最后他爸爸妈妈看到他就跑了什么事都要顺势而为，不要执着
你看我当时学佛学传统文化，我到学校去也从来没有给我的校长同事90度鞠躬，哎，因为我怕这么下去他哎呦啊，人家都压力很大哦，你点点头就好了嘛。改变要在不知不觉处啊，从5度10度到20度30度啊，最后到45度啊，继续增加，哎，人家也不会觉得不习惯。哎，人不执着的时候啊，心就比较敏锐，可以体会到别人的心，体会到别人的接受度。我一定要怎么样啊？我今天非给我爸爸洗脚不可。哦，这个一执着了，你就一执着了，你那种本来很敏锐的感受力啊，就不见了。所以这个张家大师讲得好啊，解形相应就好像两个轮子配合啊，所以一定要行啊，帮助我们提升了就解得更深，解得更深又行得更彻底了。就具体啊，这个真正落实弟子规啊，就具备传统文化老师应有的基本德行啊，能够给人做出德行的好榜样啊，因为啊，身教重于言教。其实实在啊，我们想说，哎，我要把弟子规啊交给学生。那每一句它有身教，它有言教，而每一句还有敬教啊。哎，一个学校里面，一个班级里面，有没有见人善即思齐？哎，就变成他的班风啊，这是敬教啊。可是他一定是透过老师的身教带动，言教的开解呀。那假如我们弟子规每一句我们要做到我的身教带动，言教的引导，我还要形成一种敬教的氛围，哇，那我们每天呢都要很用功才能达到把弟子规每一句都落实。好，没有时间说闲话了，没有时间这个胡思乱想了，时间不够用了。所以我们这种啊责任心呢，会让我们每一天很充实，不空过。因为啊，要落实一句啊，就得对治自己一个习气。那对治一个习气也就要很下功夫了。所以老人家引到了《论语》说的，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也常常听到家长说，哎呀，孩子都不听我的话。我都跟他讲过很多遍了，这个话里面要慎重了。我都给他讲过很多遍了，那可能我们当父母的认知，什么是教他讲？那也不能怪他啊，因为他没有学过《论语》这句话：“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啊。所以已经有许许多多的人由于落实弟子规而改邪归正，弃恶向善，
端正心念，获得幸福美满的人生。哎，所以希望大家坚定对《弟子规》的信心，不要被个人评议啊所动摇。所以我们读到这里就要想想，我们有没有曾经听到哪个人批评哪部经啊，或者批评哪个内容啊，批评传统文化那你有波动的，那没关系，也感谢他，他也提醒我们，我们认知还不够深，信心还不够稳。好，那老人家讲，以上是我个人呢对传统文化老师素质的一点浅见。我们从这里是学到老人家的谦卑了，提供给大家参考。那我们要学到这个态度，老人家道德学问这么好，都这么谦退，还提供大家做参考。那我们对人不能，你一定要学这个啊，你不学不行，不能太强势哦。希望传统文化的弘扬越来越顺畅，希望大家齐心合力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我们今天一开始的时候放的一首歌，一群人不放弃了，一群人一辈子一条心一件事复兴文化回归极乐世界回归安阳回老家自是不归归便得，故乡风月有谁争呢？这个万修万人去就怕我们不愿意去了。无极之圣道一往不会太难去的，真性切愿就能去了。印光祖师说，往生比下辈子做的人还容易了。齐国不逆为阿弥陀佛，黄金臂昼夜长垂。可能是因为我上个礼拜有做30系列所以这些句子刚好冒出来唯许行人独尾长垂了，时时刻刻都等着接我们白玉豪古今不昧白玉豪都放光要接我们，全凭愿者承担。便就今朝成佛去，乐邦化主已贤慈了。今天就往生了，阿弥陀佛见到我们第一句话，你怎么现在才来？戆囡啊，你看今麦才来，枉受轮回。好。所以我们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老和尚说是修大大行为万世开太平是很大的殊胜果报造福后世最后祝福在座的诸位60吉祥，光寿无量。祝福传统文化振兴昌盛，永世弘扬。祝福祖国国运昌隆，国泰民安。
祝福世界安定和平，盛世大同。我们在读这一段的时候，可以感觉到老人家的心量，老人家所牵挂的，老人家所放在心上的就是这些啊。我们要以失智为己智。好，我们这个有个老师有问一个问题啊，有没有哪一位老师想跟我们讲话啊，分享的？好，你们都比较谦退啊，因为刚才跟大家一起学完老和尚的温良恭俭让哈。这个浪好有老师提问啊，现在社会进步啊，经济发达啊，不止年轻人，中年人会追求物质享受啊，学生也看到不少退休的老年人意识啊，他们会说啊，年轻时为家庭为工作努力打拼，能省尽量省啊，现在退休身边有点钱，孩子也大了，不需要来劳心劳力的照顾，趁现在还走得动啊，能玩就尽量玩啊，常常与朋友聚餐，外出旅行，吃喝玩乐都有啊，自己听到类似这样的话，虽然不太认同，但他们是长辈，啊，也不敢当面说出自己的想法，啊，泼他们冷水。偶尔吃喝玩乐是很好，但过于频繁呢，是消耗福报。学生心里也不忍他们这么做，啊，请问面对身边的长辈们一直抱持这种想法时，应如何应对，可以让长辈们不要过度追求外在刺激，转而培养福德呢？首先呢，我们这位老师啊，还是都很护念长者，希望能够护念到他们在未来的生活能够更有意义啊，当然最有意义的就是能够了脱生死轮回。好，那我们以刚刚跟大家交流的这些内容，我们来探讨。首先呢，长辈是我们一个对境哦，我们今天要跟他们互动，然后利益到他们，首先我们的心念要守好，假如我们的心念呢偏成一直见他们的过，我们的言语哦，他们也不喜欢听哦，所以首先我们也是念恩哦，你看他们呢，这个真的年轻的时候啊，为家庭为工作打拼，我们时时念，我们今天这一辈跟下一辈能有现在的生活，都是他们老一辈的付出，所以当你看到他们出去走走，活动筋骨好啊，爸妈你们身体好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报啊，他听了高兴了。当然这个也是真心讲出来的啊，这个假不了了啊。那再来呢，
我们刚刚说的任何的情况啊，都是教学为先。哎，这个境界也是教学为先的。第一，我们面对长辈，我们首先要身教。他在过日子，我们也在过日子。我们能不能过出让他们很欣赏感动的日子？哎，很充实啊。哎，很有法喜啊。任何问题都能解决啊，也不会愁眉苦脸啊。哎，这个是身教哦。你假如我们学的也比较执着，眉头深锁，你说他们想我还是快乐一点好啊，我学你那个佛我不敢学。哦，哎，身教。所以大家想一想啊，任何问题真的是教学为先。而且你要善于去观察。现在的老人说没有烦恼， I can't believe it。 在这个世间你说没有烦恼，除非他学佛学通了，不然不可能没有烦恼。这个我们观察之后就是我们言教的机缘了。可是毕竟啊，你是晚辈啊，哎，缘分是有不同的。长辈要用感化，平辈是劝化，晚辈是教化。长辈啊，我们都是有用那种抬着头望着他们的一种态度言语，他很容易接受。我们也见过学了佛了回去都是讲父母的问题，哇，一下子好像他是老师的父母变成学生了，你说那长辈怎么受得了呢？哦，那在这个身教里面呢，尤其要表现出什么呢？对他们更加的体恤备至，我们就把佛法用出来了，念念为他们想，他感觉到哎呀，孩子很孝顺，他高兴了，高兴了，你讲话他就越接受了。那个都包含在你首先要身教的部分。哎，你去观察他的烦恼在哪，你能够帮他解掉的，你都他没开口你就先做。他铁定说：“哎呀，我这个学佛的媳妇啊，很懂事啊。”哎，等到他遇到他很烦恼的事情，你又能够马上安慰他之外，把佛法的教理很自然的带进来。哦，佛法有讲这个啊，哦，有教这个啊，哦，原来你遇到这些事你都不烦恼哦，原来你是懂这些道理啊，哦，理得心安嘛，那这个就是很自然的言教，甚至于社会当中发生的这些事，都可以顺势的变成一个谈话的因缘。你越刻意啊，反而家里的人越不是很自然啊，所以这个都是考我们的柔软心啊。好，尤其年纪大了，真的是无常啊，要慎重了。那陈德也多次跟大家提过，三善道是消福报，三恶道是消罪业，而且消福报啊，没有不造业的。但是你可不能跟他说，你看你们现在吃喝玩乐消福报，造罪业，他铁定受不了啊。哎，怎么讲？你看我们这个孩子孙子们啊，这些孩子来了，三善道消福报啊！你看他们现在吃啊、穿啊，那么
奢侈，哎，信用卡刷，福报在消呢。你看现在那么小，就过生日，你看他那么小，哇，麦当劳哦，还要给他订一个地方，啊、哦，还要发邀请卡，邀同学。你看现在孩子，哎呀，都不像你们老人家，你看你们长得脸都圆圆的，耳垂那么大。你看现在孩子，你看都长得瘦瘦的，那是他折服了。结果你看他十几岁，他有觉得，哎呀，爷爷奶奶照顾我辛苦啊，哦，爸爸妈妈这样赚钱好不容易哦，啊，我要感恩他们啊。现在这样的孩子越来越少了，就是因为享福啊。他视为理所当然了，一视为理所当然，他的念头都在造业。你生我了，你就应该给我用，给我享受啊，不然你生我干什么？哎，你这样去提醒老人呢、啊？你看他一直享福哦，你看就会造业。讲话呢要委婉，忌太近了，要含蓄，忌太直了、哦、你不要一下就对他们讲，那个太直接了、哦、你看我们这个以前的人都是意在言外、啊哎、讨这个、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在谈鸟类啊，是吧？可是问题是，人家那个鸟类呢，一辈子就找一个对象了，他不会换的、啊，哎，他就很委婉的，可以人而不如鸟乎啊？哎，那有羞耻心的人一听了，哎呦，就不好意思了，他就去改了。好、哦，那这个。再来哦，就是年纪大的人呢、啊，他会常常收到啊，有朋友病了，同学往生了，这些啊，其实都可以很自然顺势的去谈，尤其你要把一些正向的榜样告诉他，哦。我认识哪个朋友，哇，他妈妈很喜欢念佛，哇，都83岁了，头发还是黑的了，哇，你家里的老人啊，每隔一段时间就得染发一下哈、哦，他一听很羡慕啊，哦，哎，你看科学家讲的呢，你的念头好啊，身体就好，哎呦，这句佛号能量很好。哦，你念这句佛啊，一切佛都念到了，所以能量特别好。哦，你看那台南将军乡有个老太太，念的身体很好啊，念站着就走了，没有死啊。哦，因为跟老人谈死啊，听起来比较不舒服啊。哎，没有死，站着往活着就走了。啊，这个都看我们怎么。但有心人啊，就会去收集故事啊。所以人呢、啊，责任的承担呢，是成长的开始。好，我们对我们教的孩子有责任，你真的看什么东西啊，都会积累。没有这个责任心，看什么就走马看花就过去了。哎，你对长辈有责任心啊，都有感应啊，好像很多例子就会跑到你面前来。这个都是感应，你有心利益众生，佛菩萨的同体大悲的加持力就到你身上来了。好，哦，那这个身教、言教还有境教、哦、你要影响家里的老人呢，除了你自己之外，带动了，
还有其他兄弟姐妹啊，小姑小叔啊，还是这些你老人的这些子孙比较有善根的，哎，你要团结起来啊，要组一个群组啊，同生极乐群组哈。大家互相常常勉励啊，就制造一种氛围，慢慢去影响家庭家族的人。好，那时间也到了，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谢谢大家，阿弥陀佛。